听说嘉轩，你现在是担任排长的职务嘛？那你在管教或是与官兵的相处上，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？其实我也还在学习啦。不过我们都知道，管教顾名思义就是管理跟教育。现在官兵的教育水准普遍提升，威权的管教方式往往只会适得其反。Treat subordinates with empathy might gain their respect and approval.多用同理心去对待部署，重视双向沟通，才能获得官兵的敬重。说的没错，让官兵感受到真诚的关怀，自然会对单位产生认同，进而去服从命令，达成任务。除此之外，重视个人的权益，同样可以使单位更加团结和谐。The armed forces is committed to protec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oldiers.国军申诉管道也已推行多年，包括1985各军司令部0800申诉专线等，都可以透过这些方式反映不公的情势，而这也让各级干部有机会去协助解决官兵的问题。是的，今天的军纪教育单元剧，剧情就描述一位班长处处针对新进同仁，并采取紧迫盯人的方式，让人倍感压力。究竟故事会怎么发展呢？一块来看看。班长知道我都惨了。哎，黄大小姐。班长好。请问一下，工作管制表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？快了，我正在赶。你听不懂我的问题吗？我快好了。我就问你一次，工作管制表你要多久可以给我？快了是多久？你跟干部讲话，那个时间点可不可以精准一点？3分钟，还是半小时呢？我这样想不到理由，再编理由是不是？我没有。我跟你说，15分钟内最好把工作管制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，要不你就到我办公桌前办公作业，听到没有？报告室。你的手机吊饰会不会太可爱了一点？那我拔掉，马上收起来。你听清楚这个问题哦。我说你手机吊饰会不会太可爱了，是一个问句。至于你要不要拔不拔，是你自己可以判断跟决定。哦，对了，15分钟内最好把工作管制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，听到没有？报告室。哦，真的很机车哎，有必要这样针对你吗？怎么办？我现在是莫超班长的眼中钉了啦。我用手机电视管制表，烦呢。你怎么了？啊，在烦什么？从你们两个报道的第一天，我就跟你们说过了，我是单位新进人员心目中的土地公。有求必应的土地公，懂不懂？班长，你是土地公哦？真的啦，这是辅导长说的啦。他说我的个性随和又热心，最适合在第一线辅导新进人员入营后的调试。哎，我刚说的有求必应，可不是要你们来求我啊，不要误会啊。嗯，那就算我要帮，你都不说，我能怎么办？真的有求必应，你就当做交个朋友嘛，行不行？真的难聊哎。哪有啊，我们两个超好聊吧。问题是新增的被整怕了。被整怕了？
王心，谁整你啊？你就说嘛，班长问那么久了。对啊，王心，有求必应，说出来就是我的责任了。班长，你还问，还不全都是你害的？我？因为我关我什么事啊？班长，你也生气了？对不起，啊，我就说我最近犯小人嘛。哦，我又说错话了。班长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小人，你不是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放心，你坐好，坐好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把话说清楚。就是我们来报道的当天上午。报道当天上午。嗯。哇，超酷！总裁来到单位报道了。我爸还说我这种娇滴滴的大小姐，肯定熬不过新训中心。莫超，怎么回事？你在身边啊？今天英比哦，一大早就被叫走，保长叫我来带兵。我今天不跟你聊，我超忙。哎，你们两个动作快点，跟上。报告班长。什么事？待会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打电话给我爸报平安吗？你刚刚没有听到我今天很忙吗？走。对不起，可是我已经答应过我爸要打电话回去的。你很急吗？会有时间给你打电话的。走了。报告室。对，哦，都这样吗？这里就是你们的办公室。待会呢，班长要去营部交个资料，我大概半个小时就回来了。你们呢也不要闲着，待会这些废纸用在这个碎纸机把它搅碎。好，知道了吗？我出去一趟。现在吗？现在吗？不然要什么时候呢？现在啊，快点！报告室。他真的很凶啊。哎，现在你们是听不懂中文还是听不懂人话？赶快动作啊！要要让他卡住。王心怡、何佳琪啊、哦，原来你们在这啊！我是负责带你们报道的杨英迪班长。是谁叫你们在这弄这个的？刚才带我们来的班长叫我们弄的，他说他先去忙，让我们等他。莫超班长，他也太矜持了吧！你们都还没完成报道手续，就指派你们任务，真是！啊，先生，都别弄，都别弄了！你们连这里的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，弄这个不洁的东西要干嘛？别担心呐、啊，带新兵完成报道是我的任务，我负责。可是我刚才好像说错话，得罪那位班长了。你说了什么？我问他可不可以打电话回家报平安，他说休息的时候再打。就这样。是。寝室打电话回去而已，哪有什么得罪不得罪啊？你是军教片看太多，哪来那么多不讲理的猛鬼班长？现在部队都很人性化的。好了，现在是休息时间，你可以去打电话了，我去帮你们领装备啊。佳琪啊，班长说的那么轻松，手机打下去会不会出事啊？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管他的，班长说可以打，我就打喽。嗯。爸，对呀、啊，已经到单位报道了。哦，有，你放心啦。好，我放假就会回去啊。那先这样啦。好，拜拜。嗯。黄信，你在干嘛？第一天报道就学会摸鱼啊！我刚刚离开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回答我！报告班长，你说要我们把废纸整理好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混水摸鱼，滑手机。班长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，你走之后又来了个杨班长，是他说那个东西不急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的。哦，杨班长让你们休息，那打电话这个事情呢？打电话也是杨班长让我打电话回去报平安的。左一句右一句，杨班长了，杨班长，杨班长，这个单位是只有杨班长一个班长吗？难道我就不是班长吗？我说话就不算数吗？
啊，重点就是你们两个都是干部，那我们应该听谁的嘛？哇，这个理由相当的充分，都是干部，你要听谁的？是，王心怡，今天你第一天报道，班长对你印象深刻。你不错，我记得你了。怎么办？我这死定了啦！后来呢？总之，从第一天起，心怡就被木超班长给盯上了，照三餐紧迫盯人，真的是极强哎。老实说，王心怡没有做错什么呢，就是说话直接了点。但是这个木超班长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爱面子。尤其啊，他对下属特别严厉，觉得你应该是顶撞他，才会处处针对你吧。我觉得这没什么啦，好好沟通应该就没什么事了。嗯，班长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好人，而且我说话就不会经过大脑，说错话也不是第一次。我真的不希望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害你添麻烦。添什么麻烦啊，就出面协调一下而已啊，他总得给我一个面子吧。哦，不用了，班长，个人造业个人担，而且万一害你们吵架怎么办？吵架？我们要为这种事情吵架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人的优点之一呢，就是充满智慧，善于沟通。只要我出马，就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不用了，班长，不麻烦你了啦，真的。哎呀，不要紧啦，待会啊，我就去找苏墨超，把话说清楚。不要啦，班长，到底是我讲话不清楚，还是你听不懂啦？事情哪有你想的那么轻松？上次不说这是因为听你的，班长才会对我怀恨在心，不断借机修理我。我不去还好，去我死更惨。王心怡，就因为你这么说，这件事我非管不可。既然起因在我，我就应该去把它处理好，不然我这土地公干假的。班长，你真的办得到吗？当然办得到，我谁啊？土地公哎。有求必应，在家伺候老爸都没这么麻烦。哎，这么急着找我干嘛？哎，莫超，来来来，等你老半天了，来来坐坐坐，不要站着不要站着啊。红茶微甜啊，咸酥鸡中辣，葱蒜多一点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哎呦，你今天突然对我这么好，你是有什么企图吗？企图，就刚好外出洽工，看到顺便买给你吃。哦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哎，吃，买来就是买给你吃的，你吃的越满意，我就越开心。嗯，好吃哈。嗯。你记不记得去年高装检的时候，你差点出包，我帮了你一次。记得啊。哎，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了。我这个人平常哦，虽然做事一板一眼的，但是呢，你不一样。只要呢没有违反规定，什么话都可以聊。真的？嗯。那个刚来的黄心怡，听说她得罪你了。哇，仇结这么深啊，说翻脸就翻脸了。好啦，她有跟我说她讲话太白目，请我来跟你道个歉。黄心怡是你亲戚吗？不是。还是你要追人家？嗯。更不是，不要胡说八道。哎，那我请问你，我盯黄心怡到底关你什么事啊？再说，假如黄心怡是你亲戚，不，就算她是你的女朋友，你都不可以为她主动说情啊。你我一样都是士官，都有带兵的压力。她理由一堆还呛我，我盯她不应该吗？我问你，今天如果有个新兵，他有很多问题，他去呛你，难道你不会有情绪吗？你啊，最喜欢当烂好人，收买人心。你管我怎么带兵啊？哎，你想想，你开这种口，应该吗？听不下去哎，莫超，哎，好好说话嘛。不用说了，哎，商量一下嘛。一点面子都不给。佳琪，同学一场，万一我申请不是服现役退伍的话，你答应我一定要留下来。留在海军陆战队，心怡，你不要说这种丧气话啊！
英迪班长不是答应你要帮你调解了吗？他那么帮我们心存感激，那你觉得有用吗？那也不用这么悲观啊，不就是被班长处处针对吗？这跟申请不是福特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大不了我们就向上反映，让辅导长或其他干部处理啊，不然直接打国军1985咨询服务专线申诉也行啊。申诉那万一越搞越僵怎么办？你看你，我真受不了这种个性，碰到小委屈你撑不住，那说话比谁都直，然后现在碰上大麻烦了，你又开始三心二意。心怡，说话直白是一回事哦，但事情总是有是非对错吧。我真心觉得莫超班长这样处处针对你，就欺负人啊。那我再观察两天看看，那事情会不会有转机？心怡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慌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一直都在。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，我一定帮你作证，把我看到的一切据实告。班长好。好。等一下。班长，对不起，我忘了拔掉。看来你真的把我的意见当参考了，很好。但我叫住你不是因为手机掉失，关于你找杨英迪关说的事情，我非常的不高兴。要是你平常表现良好，你干嘛怕我找你麻烦？报告班长，英迪班长的事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我之前就跟他说过不需要麻烦他，但是……哎，怎么啊？气氛这么僵，什么事啊？哎呦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王心怡，你的救星来了。但很抱歉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出了名的脾气硬。就算在杨英迪面前，我也不在乎。我不管你们两个人关系是什么，但我这个人凡事照规矩，凡事照规定。尤其是你，王心怡，你的事情，我绝对是公事公办。陈国超。哎，不可理喻耶！你神经病啊！小静，不要怕了，这件事我管定了。莫超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平常表现得那么好，而且做事也使命必达，为何要跟一位刚报到的心仪过不去呢？谢不当关系，但我没有跟谁过不去，而且我只是确实的去要求部署，相对的。你呢，处处当烂好人，然后呢，官说不成，还向那边告状，造成我领导上的困难。那这件事情是要说检讨呢？我们单位任务繁重又辛苦，先前我就有请英迪多关照新进人员的适应状况，他也只是反映实情啊，怎么会是告状呢？再来，你跟他的带兵方式不一样，我之前已经有告诫过他了。今天找你来，也只是想要好好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，但你的态度让我有点。不太能理解，副校长，我刚刚都解释过了，我对黄信的管教方式，第一个我也没有出口成章，我没有暴力相向，我真的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啊。目前看来，你对黄信的管教方式是没有设法的部分，但辅导长还是想要跟你说，好的领导干部是要懂得站在部署的立场替他们想，将心比心。你想，如果今天换作你是心仪，难道这不是一种压力吗？我想你应该比任何人都还要清楚吧。在你离开之前，我还是想要跟你说，单位要培养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我希望你可以适度调整，不要让长官担心。还有今天约谈内容我会跟连长报告，也会跟士官督导长一起讨论你的管教方式是否恰当。谢谢辅导提醒。